是躲到洞窟里了吗？我先去探探。 别让到手的肥羊跑了，保卫他们！抓住那家伙！看来从头到尾都是人吃人，没什么妖魔惹祸。 难道老夫人的儿子也有可能也被强盗劫财了？哎，回头再和老夫人说一声吧。啊，你们是谁？你是彭修吗？啊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啊，而且你们还把他们杀掉了。 你母亲在昆阳城里，正担心着你呢，躲在这树林里做什么？啊，我……哦，对对对，母亲在城里，我得赶快回去。他们怎么杀掉那群人的？得赶紧回去。我总觉得他看起来怪怪的。嗯，他的态度不太对劲，追上去看看吧。 两手空空的回来，我还想着这回骗去的小子，看来挺有钱的。我到那时，人都已经被杀光了呀，我也不知该怎么办，就应他们走了。那尸体就晾在那儿，不会被人发现吧？这母子！ 小鬼可得好好给他们个教训。所以，这都是骗局。哎，不，大爷，你误会了。跟强盗合作，联手劫财，还用死去的妖魔当做伪装。我还误会了什么？你们至今为止都害死了多少人？ 大爷，您别怪罪，我年老力衰，丈夫又早死，生活实在过不下去。求您饶过我们，下次绝不再犯。别骂我阿母了，是我没本事，才勾搭上那群强盗，做这些坏事。 钱财大半也都给了他们，我们一个人也没杀，也是情有可原。但你们得知道，这些都是人命，强盗既死，日后别再以此招摇撞骗了。会的，会的。
感谢你，哎，你也赶紧来谢谢大爷呀！啊，谢谢大爷！不必了，快走吧。
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阿父前些天去了城外的林子，可他到现在都还没回来。阿父说要打两只兔子给我补补，我不想要兔子，只想他早点回来。你们能帮我找找阿父吗？我们该怎么找你阿父？我阿父是个士兵，绿林军的士兵。然后，他身上带着个红色的香包，是阿母之前做的。对了，上头还绣着些字。啊？我不认字呀。好，你在这儿等，我们很快回来。裂痕径一路从昆阳。绵延至此，这些都是轩辕剑造成的。那还用说，大小姐要用起轩辕剑，天底下就无妖魔能敌了。上古神器竟有如此威力，对你这种普通小鬼来说，确实只是比普通的剑强些而已，不是人人都能发挥他全部的威力。但既然有轩辕剑在手，夫人又怎会无法杀死妖魔呢？你哪只眼睛看到大小姐杀不死妖魔啦？肯定是妖魔太多，大小姐要多花点时间一一追杀。我的无趣啊。
这日子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我这腿又疼了，整日只能待在这儿，乏味的紧。能不能帮我打听下，最近街坊可有什么新鲜传闻？行，我帮你去问问。好好好，哎，快去快去。小姐肯定是往这方向来了，瞧，这地上又多一道轩辕剑痕呢。在下叶一载，叶正。初次见面，不知三位来此所谓何事？我们正在找人，若有冒昧，还请见谅。不打紧，只是许久未有外人来访，姑且一问。不过。诸位说是在找人。是，我们在找一位穿着绿衣、身背大剑的女子。找她做什么？有何不妥吗？啊，就在此地约莫一旬之前，一个风雨交加的半夜，忽然传来了一声巨响。有人大着胆子，隔着门板偷看了一眼。只见一名绿衣女子手持大剑匆匆离去。隔天早上一看，杜先生的船坞竟被毁了，人也不见踪影。平时杜先生在这船坞中为大家修理船只器具，如今人却不见了，唉，着实令人担心呢。那女子往哪个方向离去了？她往寒青湖的方向逃去，就在东边不远处，深入密林即可看见了。多谢。是有人假冒大小姐。最近可有什么新奇的事？要我说，就是天台密林的青铜大老虎了。那头老虎面目狰狞，他一吼啊，十里外都听得见。听说他还会吐火呢。
最近可有什么新奇的事？哎，你可不知，现在可是风声鹤唳。我听说关中那边啊，好多人都被抓去当了官奴，还上了铐，游街示众。都是些什么聚众滋事或私铸钱币的事儿，还通通连坐。哎，幸好咱们这儿算是天高皇帝远，还没什么事情。